同学们，今天打针啊！哎，我的针管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没带针管，等我再。这个阿呆老师打针不带针管，你说打啥针呀？同学们，今天打针啊，你俩谁先来？老师，男士当然不优先了啊，女士优先，猫猫先来。你瞧你那怂彩的样，我上就我上来。哎，今天打针你俩不知道吗？还坐着干嘛？谁先来？毛毛，你先来。不是啊，老师。老师，我打过，打过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打针打针。哎，不是老师，我。哎呀！打针。哎呀我去，不行，这个老师有健忘症，我得想个办法，不能想到猫猫了。来打针，老师啊，来赶紧了，老师等等。哎，老师，我突然肚子疼，我先去上个厕所了。好，快点了，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呢。老师，哎呀，打吧。老师，你打完了没有啊？没呢，等一下啊，快点呢。好了，打完了，你俩上课吧，我去别的班了。钱小宝，你居然穿着假屁股！不公平，我要告老师去！别，我给你买辣条，辣条。点击下方天才钱小宝关注一下呗。我这扎针技术挺好的呀，怎么就没人找我打针呢？嗯，不行，我这十年功力不能白练呀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嘿，有了。这么多奥特曼卡牌，嘿，哦。嗯，当然是真的了，你看我这这么多卡牌放着放着就送给你们吧。我要打，我要打，我要打，我要打。哎，停停停停停停，不要着急啊。女士优先，来，萌萌先给你打吧。你刚才说我打针技术实在是怎么了？哎，没怎么，没怎么，特别好。那就好啊，这张卡牌啊就送给你了啊。谢谢大东老师，哟，到你了。你这胆小鬼，才扎一针，我今天啊扎十针。哎，我就喜欢这样的学生，来，打起来。别跑，别跑！我受不了了，医生啊，就打两针呗。哼，跟我一样怂。来，卡牌拿着吧。非常感谢你们两个啊，让我练习打针。啊！默默，原来你们两个人在这呀！大东医生，我要打针。嗯，打几针啊？没事，老师，你想打几针就打几针。好，就看你能不能忍住疼了。过来，一、二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九十八。99，100。哎呦我去！我去，肉肉，你不疼吗？一点都不疼啊！
398，399，400。哎呀，哥，我打的好酸呀，都400张了。行了，这卡牌都给你吧，都给你吧。哇哦，不错呀。柱儿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不会是假屁股吧？可以猜。什么？叔叔，你给我回来！欢迎关注懂爷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